一些 power 能够跟就是观众朋友分享多一点。驾大力度其实也是我常常会说在口边的一句话，每天都为自己加油嘛，所以我觉得是一首充满力量的一首歌曲。不知道我们超过了20个造型，哎，也没有那么夸张了，10多个啦。我准备的衣服有20套，但是 穿了就10多套，所以就不停的换造型，希望呢就是在那个
三分几七分钟的 MV 里面呢，就有很精彩、目不暇及的感觉。嗯，很少来台湾，有没有看到台湾这样的风景？我很少，我很少。其实我觉得很难得，很感谢天公造美，因为我觉得天气很好，而且香港呢也很少会那么辽阔的。就是天空可以让我们看到，所以我觉得心情开朗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样的。我有听说这一首歌跟苏醒双有合作，是真的吗？他有没有跟你看？我没有看过，但是苏醒是我很喜欢的女明星，然后冯德伦也是我刚入行的时候一个，就是那时候的一个拍档，所以两个我都喜欢。如果真的话，我觉得是金童玉女的组合吧。嗯，我想过有没有机会找男朋友一起来台湾拍这样的 MV？ 好，我自己拍好了，我自己美就好了。